加三禅师和一个定三禅师，两个禅师，禅师啊，在那走路经行，经行当然内心里面有如理若意，就提出来问题。好像那定三禅师说，说是要是没有佛性的话呢，就没有生死。就是加三禅师说，要有佛性的话，就不应该有生死，因为我佛性你觉悟了嘛，觉悟了怎么会有生死呢？那两位禅师，一个定山禅师、加深禅师，去见那个法常禅师。法常禅师是马祖的大弟子，也是个大修行人。去请问他去，我认为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法常禅师没能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两位禅师去问他，啊，要有佛性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有生死。那说要没有佛性，也不应该有生死。这两个看法怎么样呢？法常是没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他答复的我因为没回答，等于没回答。所以我们一学习经论，你好好用功修行啊，你深入的修这个四念处，再好好的修这个十大乘论这些重要的经论，然后去看看禅师语录，你才能有眼睛。不然的话怎么回事？就感觉到很妙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。